可怜的小米椒被养父给踢出了家门，意外的遇到了彩虹朋友。彩虹朋友还收养了小米椒。视频开始之前，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哦。哎，外面又在下雨了，阿秋，阿秋，做恶心的牙齿，别再打喷嚏了。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这个天太冷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收养你。现在给我出去待一会儿，我不想看到你丑陋的脸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出去，但是我该去哪里呢？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雨。你怎么还不走？需要我送你走吗？啊！赶紧给我滚远点，再见。怎么可以这样？看来今天我只能先躲在箱子里面过夜了。至少这里面是暖和的。嘿，小家伙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刚刚做得太过分了，要不你先打扫完房间再走吧。哈？等等，他真的离开了？你在开玩笑吗？房间都还没有打扫完就赶走，这里到处都是箱子垃圾，看着真烦人，给我走开点。等等，啊啊，好疼，我受伤了。现在天空还下着大雨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雨了。啊，等等，天怎么突然放晴了？哎，天哪，是怪物，太可怕了！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怪物，离我远点，怎么办啊？谁来救救我呀？哎，你别过来，我。我这是在哪里？等等，我身上怎么全是绷带啊？是谁给我包扎了伤口吗？这里是游乐园吗？我怎么来到了这里的？啊，是刚刚那个怪物！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快跑！怎么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啊？我想回家。好像躲开了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表妹，快把他拉上来！啊，等等，你们是在救我吗？可是你们看起来真的好可怕啊！别过来！嘿，小家伙，你不用害怕我们，先冷静一点。你怎么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啊？你的父母呢？我没有父母，我是一个孤儿。哦，听起来好可怜哦。哇哦！你打喷嚏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。是的，尤其是你那一排尖尖的牙齿，太可爱了。蛤？真的吗？你们不会吃了我吧？我们为什么要吃了你？你看起来很可爱啊。可是大家都觉得我很恶心。不会的，你很可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你的父母。你们要收养我吗？这听起来很不错。是的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收养你了。哇哦，太好了，我有家了。别快来吧，小家伙，我们带你回家。哇哦，太棒了，我们的家就在这里了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这里有你喜欢的小玩具，快看。哇哦，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，我喜欢这里。当然，你还有属于你自己睡觉的地方。哇哦，我可以有一张睡觉的床了。我们还给你准备了新衣服，快穿上吧。新衣服？哇哦，我喜欢新衣服，这个新衣服也太好看了吧。哇哦，你穿起来看起来更可爱了，很适合你。好了，现在是睡觉时间，小家伙你先睡一会儿吧。好的，正好我也有点困了，晚安爸爸妈妈。睡得真舒服呀。不过我的爸爸妈妈去哪里了？ Hello， 你们在吗？好像不在家里诶。那会去哪里呢？外面好像有声音，是他们吗？ Hello， 是你们吗？我醒来了，你们在哪里呀？真是太酷了，竟然抓到了两只彩虹朋友。是的是的，我按照你的要求把他们关进了牢笼里面，别忘了我的报酬哦。
别担心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会给你满满一房间的黄金。我的目的可不仅仅是抓住彩虹朋友，我要制作超级无敌强大的 TNT 统治我的世界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可恶了，他们竟然抓走了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想要统治我的世界。这个目标也太酷了吧。你现在把他们关在了哪里？当然就在这个隧道下面。不行，我必须要阻止他们，我要先去救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。这里应该就是他们说的牢笼了。哦，果然在这里。爸爸妈妈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小家伙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你竟然找到了我们。那群坏人想要用你们制作 TNT 然后统治这个世界，太可恶了，我必须要阻止他们。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为你感到骄傲。我现在先把你们救出来。这里正好有 TNT， 我可以用他们把牢笼给炸了，你们先躲开一点。你要小心一点。太好了，炸开了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呀呼！天哪，这里到处都是火苗，看来他们已经在摧毁这个世界了。 Oh no， 太可怕了。啊，我的房子。嘿嘿嘿嘿，简直太棒了，我马上就可以实现统治世界的梦想了。不行，我必须阻止他。拥有了这些超级 TNT， 谁都别想阻止我。嘿，你这个坏蛋，快点住手。怎么是你？你以为凭你的力量就可以阻止我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有 TNT， 我也有 TNT， 现在我要用 TNT 炸飞你。什么？等等。哦不，可恶，竟然被一个小家伙给打败了。 Nice。